请问要不然的话，就是假如说压下的话，那么前头一切可以由我来负责，然后或者就是说前头压下以后，如果什么数字由我来负责，你可以给我推荐回推荐的店推荐的单，对吧？你随便说，但一切可以由我来负责，一切可以由我来负责，这个业务肯定是没问题的，然后吧，你们可以签合同。不是你签合同没用，你离得远的上哪找你签合同？